DRE number 01908329. Sell your home fast without the hassle of showings or costly repairs, and you pick the closing date. Get multiple cash offers from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Go to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and start packing. 哎，文超你好！哎，你好！哎，那个，你的房子已经帮你卖掉了。对啊，对啊。怎么样啊？感觉的？哎，很好啊，比我心理预期仲要高咗，我觉得呢样嘢几好。唔系几好，我觉得呢样嘢好好。OK， 我是把房子丢给你啦，然后我就回中国了嘛。然后 OK， 在我回来之前，你已经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搞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很快，因为刚刚好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吧，我回中国，然后回来这个事情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那你在中国，那你觉得就是方便吗？跟我联系，就是在我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挺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中国，因为我要上班嘛，我早上八点起来。早上八点起来，我打个电话给你，哎 ，Victoria 怎么样了？你说 OK 怎么怎么样，也答得还很有条理。我一看时间，早上八点钟，我说你那边下午应该是挺晚的了，对不对？下班时间了，那早上有时候九点啊、十点啊，你就该睡觉了。然后有时晚八九点的时候 call 你，咁你凌晨三四点喎、四五点喎，咁你都识听电话噶喎，仲要问你啲问题，你答到噶喎，就问一问佢嘅被头嗰度跌出嚟。凌晨五点钟你都接电话了，这个就很神奇啊！即系二十四小时服务啦，系差不多啦，差不多。对OK， 就是在你的预期当中，在你的时间，在你的价格，在那个我是二十四小时提供你的服务当中，你是满意是不是？对。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说让我的客户满意，我们公司也有很多不同的系统来帮助我来找到你的这些客户，因为你这个房子说真话真的不容易卖的，因为你就是一个 condo， 是、啊、然后你的 HOA 费又很高，买回来之后觉得住落去乜个洗费咁大嘅，个个月咁一睇，原来有样嘢叫 HOA， 你真系唔知有样嘢叫 HOA， 然后你房子价格本身也不便宜 ，HOA 也高，然后。比较区域比较老，你又是个 condo 嘛，就像你说的，五九几岁一个月，哇，攞你命啦！五九几岁，我加埋 property tax 一个月有五百几蚊，千几蚊嘅 cost 一个月，就是你这样，如果我能这么短时间卖出去的话，就对我来说其实也很满意了，因为我本来我把预期放得很低的，所以为什么说哦，我俾我心理预期高咗10%咁，我觉得好满意。为什么我会在帕萨迪纳这个地方买？我完全就是对市场的不了解，所以其实你说话说得很直白，对不对啊？你这个房子你买在这里，你是真的，对你来说，对你的生活习惯，对你的各种东西比较麻烦，包括你会跟我讲说，哦，你这种房子我针对一些什么样的客户去 sell 这个房子？因为我做房地产十几年，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我接触不同的客人，他们有不同的需求，不管是中国人。讲国语的，讲广东话的，讲英文的，我都在不同的领域去服务他们，不同的人群当中去服务他们。我不单只是做这个这个 residential 就是住宅，我还做商业的，所以我的经验是来自不同的方面。咁啊，多谢你啊，多谢你俾咁嘅机会，我希望再有机会啊。哇，多谢你帮我搞掂，多谢你帮我搞掂单嘢。刚刚就是我的那个 seller 就帮他卖了他的房子，那他说很满意我的服务，那是怎么样让他的房子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价格卖出去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个 program， 第一个我们就是 your home sold in 120天， OK， 如果卖不出去我们 sell it for free。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客人买了回来之后他不满意的话，我们会免费帮他卖出去。然后呢，我们呢还有一个 program， 就是 buy this home I will buy yours，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 program， 所以就是用这些来帮助我的客人，不管是卖家还是买家，他们来服务他们，让他们是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价格帮他们卖出，他们减少把他们麻烦减少到最少，然后就顺利的把他们交易完成。我是 Victoria， 我的电话是6268076819，
谢谢。DRE number 01908329. Why risk working with just any agent when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will guarantee to sell your home at 100% of asking price or pay you the difference in cash? Go to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That's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and start packing.